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10月1号了啊，马上就要奔向年底了。所以呢，农历是9月20号，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啊念经，多多的吃素。下面就回答大家问题。喂，你好。台长好，请台长解几个梦。哎。我梦见上面一颗牙裂了，我按着它不让它掉下来，是什么意思呢？啊，你的上人，你的主，你就是你的上辈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明白了吗？长辈，你的长辈会有人身体不好了，对，是这样。上牙子全部讲的是上长辈，下牙子全部是小辈。如果哗啦哗啦一口牙全掉光了，对不起，家里出大事。OK， 好。还有，我梦见家里很干净，然后家里还养了几只鹦鹉，其中一只是今天到家的，他会讲佛法。有一个男的从很远过来的，说就是为了听他讲佛法。然后我问阿姨，需要人叫他讲话吗？阿姨说不需要，他自己本来就会讲。然后平常那个鹦鹉就会在家门外讲佛法给别人听，有很多人围着他在听他讲。明白了。瑞兽，天上的瑞兽。那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啊，你家里说明气场好，瑞兽才到你们家里来帮你讲法呀。所以你自己听的不多，看的不多，连鹦鹉都要来教你的，你丢脸的。Giggle 然后我还梦见一个家人烧香，我看到了三支香已经烧完的样子，然后还看到那个香灰啊，就是很高，差不多到房顶了，都没掉下来，是什么？哎呀，啊，人家说高香高香啊，就是这个香烧得这么高不掉下来，家里有喜事了。哦，你们家里最近有喜事不啦？什么时候做到梦啦？今天做的。今天做了，等吧，一个月之内，你老公涨工资，或者你家，或者你家会有好事情出来了。明白了。还有我梦见一个很大的满月，当时感觉看到这个月亮的光芒就在吸收它的能量。吸收谁的能量？满月就是一个月亮，就是满月嘛，就是圆圆的一个月亮啊。它在吸收大地之精华。我感觉我在吸收它的能量。我看着它啊，你吸收它的能量啊，那就很简单了。那你你知道人家说月球吗？人家阿波罗登上月球，对不对啊？那只不过是3000大千世界的一个星球而已啊。你知道里面有肉身，没有肉身在里面生活，有灵体世界在里面生活，你知道吗？对。好了，就是很简单了，有两种可能性，一种你从那里来的。还有一种就是你身上的气场跟月亮神很有这个接气场的能力。其实整个这个宇宙空间非常的奇妙。每个人来历都不一样的。明白了吗？明白了。像你这种嘛。像你这种跟月亮神应该有点关系的，如果你长得比较漂亮，那一定是这样的。这样。我还梦见我帮我妈妈挂一件红色的衣服，然后就是挂在那个衣架上嘛，很高，然后它又掉下来了，然后我又重新挂红衣服是吧？全红的。你妈妈有阻碍，你帮她在宵夜。好了。我还梦见一个亲人犯法了，一个律师帮他打官司，然后那个律师说要收30万的澳币，而且没有把握赢。你这个亲人，你提醒他，叫他赶快学佛。他如果相信了，你赶快叫他念消灾吉祥神咒，否则真会这样。30万澳币不会一次性的，
肯定慢慢收，慢慢收，每天每次收几千，收几千，收到后来就三十万了。过去有人做过这种梦的，啊，说一下子啊，一下子跟人家打官司，说收一百万，啊，后来他在梦中想，就是我打官司，我也不会付这么多律师费的。结果真的一个很小的官司，啊，也是跟人家争一块地方，本来这块地方呢是跟人家隔壁邻居的，结果慢慢的打，这个律师就不断的。骗他，跟他说很快就赢了，哦，很快就赢。他不停的一千，哦，两千三千四千，一千两千三千四千，到最后啊，到七八十万的时候，你知道吗？嗯，这块地都没有值这么多钱的，但是他就跟人家签过合约了，他放都放不下了。嗯，好啦，哦哦，这就有道理。可能跟现实有关系，现实真的会打官司。会打官司了，哦，会打官司了。这样。啊，哦，好好。谢谢台长，现在就问这么多了啊！谢谢，再见，拜拜。喂，你好。师傅，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谢谢。嗯。师傅，太高兴能给师傅打通电话。哎。师傅，我今天向师傅忏悔，就是我这辈子做错太多的错事了，跟观音菩萨忏悔，跟师傅忏悔。就以前我特能骂人，就是骂人骂的特别烈，做错很多事。开心吗？开心吗？骂人开心吗？不开心，以前不知道，不明白，也不懂，现在就是知道了，做错太多的错事了，请师父原谅我。人家骂你，你也骂人家，开心啊，过瘾啊，人家流氓，你也流氓。啊，对不对啊？人家强盗，你也强盗。对，做错太多错事，现在一想起就后悔。啊，你好好的长得漂漂亮亮的女人，干干净净的，对不对啊？手往腰上一插，一开口就骂，你说这是什么？这不是说太多了，真是的。真我真是那个事，我真叉着腰骂人，就是谁欺负我就站到人家门口去骂人，我太能骂人了，我向师傅忏悔。现在有心事的机器，你把骂好人的东西呢先放存在录音带上，然后把录音机呢就对着人家家门口，省得你过去了。开心啊，太多事了。好好的，师傅你骂我，好好的改毛病啊，丢死人啊，一个人能这么像狗一样在人家门口叫的，听得懂吗？师傅说太对了，人家骂你，人家骂你就相当于你被狗咬了一下，怎么样？你再去反咬他，来，你咬我了，谁叫你咬我？来，我来咬你吧。对，对不对啊？说太对了啊！人家讲师傅呢，师傅会去咬他们了。师傅说的话我都能听见，师傅你说每句话我都记到心里了。就是我自从学了心灵法门，我就现在改多了，就不那样，我能忍住了，能忍点了。改多了都不行，要彻底改掉。是，我就是跟我丈夫，就他有时候气我就板不住，跟别人见面我几乎就不骂，就是他一气我，我俩就犯那个六冲。师傅就是他比我大六岁嘛。哦，六冲哦，哎呦。那就。怎么办呢？是就现在有时候他一气我就实在忍不住了，就说我说你咋不死了？有时候就是给我气的。那你要讲不死了，他真的死了吗？你又要哭了。就气得我不行了，说完了我就后悔了，跟观音菩萨忏悔。你要去嘴巴念经呢，你要知道你咋不死的，护法神听见了。如果真的是他在欺负你的话，他又折寿了，他会折寿的很快的，你不懂啊？啊！骂得死人呐，被人家骂死的人很多啊。听不懂啊？过去很多朝代连皇帝都被人骂死啊。哦，啊，就骂人呐。啊，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念经的嘴巴很厉害的，不能随便骂人的。是，我知道了，师傅，以后一定要改，我一定要那什么。你要不要听可以不啦？你不要听啦，要冤家来了哈，你不要听可以不啦？他又不会拉住你。你就跑到厨房间去找个地方回避一下，到门口去转一圈，到外面坐一坐，大家冷静一点不就好了吗？那师傅你说我这俩要离了婚的话，完了然后师傅就不犯六冲了，我想跟他我就你离了婚也不是个事情啊。你现在这个方法，我教你个方法吧。那么你就改岁数啊，往小改一岁啊。
啊，你以后、啊、你现在虚年龄六冲还是实足年龄六冲啦？他比我大六岁，我他五九年跟师傅一个属的人，属猪的。我是六五年生的。六五年，六五年。嗯，他五九年。六五年生的，不是你说六五年你是虚岁六冲啊？正好是十足六冲吧？那个应该是周岁吧，五九年六五年了。啊。周岁差六岁。嗯，六岁差六岁啊。嗯，差六岁，嗯。那你就按照虚年龄吧。啊，虚年龄。啊，你以后就按照虚年龄，脑子里想 啊， 啊，那我们不是六冲了，以后就好了呀。啊、你就索性以后你就按照你说，你就按照你说，经常嘴巴里说，比方说你现在是你大一岁呀、啊，没关系的呀。啊，就那么想。啊，你本来不是嗯啊，你是六五年的话是几岁啊？现在？六五年是五十周岁。他是五十六周岁啊，五十周岁是吧？五十六周岁，啊、嗯、啊、嗯，你就是六十一岁嘛，你是五十一岁嘛，好了。啊，我就是五十一岁。啊，你以后就说五十一岁嘛，都大一岁就不六冲了嘛，五冲五不犯冲嘛，嗯。哦、嗯。好吧。好，那我明白师傅、啊。师傅，我特别感谢师傅，就是我对。就是那个，我真的有这么好的师傅，观音菩萨送给我们这么好的师傅，有事都可以问师傅，师傅都可以告诉我。我就是有几次，我就想分享一下，就是师傅，我就是你给我解梦，然后我又不学心灵法门，我做梦我都觉得是反梦，我就不觉得这是真梦，就觉得是反过来。然后师傅给我解梦救了我好几次，上天就是师傅，我做了个梦，就是在那什么，就是有三个鬼灵精管我要那个那什么小房子嘛，师傅给我解了，我念了。就那后来现在我又上两天，就前天姑娘打电话说我做那个梦也不好，就是那个三个月就是要走人的嘛，师傅告诉我念700张小房子这个梦，然后师傅又救了我。我就念，我要是那要是不学心灵法门的话，我就是从心里说，就是特别感激师傅。我要是不学心灵法门，我根本就不懂这个。我要说走了的话，说做梦说三个月走了或者几个月走了，可能我就死掉了。是什么就死掉了？你昨天没听见广播里啊？那个人呢？就是这么死的。他老婆做了一个梦，说他老公有劫，他老公说不怕，不相信，结果出了门就被车子压死了。现在他老婆带个女儿啊。啊。死了梦就死了，做梦你可以不当回事的。是啊，我就觉得我四月份做那梦嘛，然后就是没给师傅打通电话，然后师傅又救了我一次，真的，我要是不我没有师傅。有师傅是真好，没有师傅谁能来救我呀？我根本就不懂，我以前做的梦，那像他们突然间就死掉的，不都是因为做梦之前不懂吗？所以说的，我跟你说了，要记住了。有师傅的孩子像个宝，没师傅的孩子像个草，真的。对，真是太对，师傅说太对了。我现在母亲都不能解决你现实生活的问题啊！哎呀，师傅能解决啊？还不懂啊？真是的。就母亲生我身上也不能那啥，就师傅告诉我这些道理这些知识。对了。我就从心里真的，我师傅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说的，我从心里，我每次想起师傅就心情特别好。我心情不好的时候脑袋里装的都是师傅，是观音菩萨，尤其是师傅在我脑海里。我那天就是心情不好念不也经，嗓子不就不舒服吗？就是一念经就像有就是有痰堵的这块不舒服。然后我姑娘就给我放师傅，我有这样一位师傅、就是那个视频，我就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我当时这嗓子也能念经了。我姑娘说，妈你看这个吧，师傅给你加持，你不能念经了。你看你个姑娘多好啊，你看你的孩子多好啊，全家学佛多幸福啊。妈妈自己有点不舒服、马上给你放一段，一看就好了。对，哎、真好。师傅他把他的功德，他做他的功德，就有做的梦不好吗？然后他怕失去我，就是我姑娘，就是把他做的那功德哈，跟网上做那个视频，师傅那些小短片，完了发到网上，还有那个他去开法会做的那个功德，哎、那个义工全都给我了，我就借给我了、哎。你还有事业呢，我说你不能都给我。他偷偷摸都给我之后，师傅晚上我就做梦，就梦见那个我梦见师傅就是那个法船，我梦见那个船，看见了吧？看见了吧？观音菩萨。好了。然后不是我救你了，是你女儿救你了。那也是师傅在救我，没有师傅，我孩子也都不懂，还是师傅那什么。啊，多好啊！真没有师傅。
我就孩子也没啥了，师傅真是，我就觉得我这个结他的师傅，我都师傅给我解完梦之后，我一点都没有说的那什么，我就相信观世音菩萨，相信师傅，我这结一定能过去，我好好念经做人。哎，没事的，没事的，你今天还打得进电话来，你就死不了，我就跟你讲。我死不了啊！好了，太感恩师傅了。好好念经啊！忏悔，忏悔，再忏悔，明白了吗？嗯。好了。嗯。嗯。我就有时候师傅还有那啥感恩师傅，我还有就是那个我母亲就是等于闭眼睛她就能看到那个就能看到就是那个不是叫闭眼就能看前面那些人呢打架什么她就把眼睛睁开，那是怎么回事啊？那是她看得见阴曹地府的事情了，那很简单了，那是阴阳眼啊，就是阴阳眼啊。嗯。啊，那没事是吧？没事啊，她就是说明她的火旺不高，就是阳气不足。嗯。啊，生病的人都能看见的、啊、生病的人都能看见鬼打架 啊眼睛一闭上、啊、人家鬼在前面打架跟他讲话前面什么都看得见。嗯，哎呀师傅说太对了，他就打架他说害怕，他说在那打架他就害怕，赶紧把眼睛睁开了，就是那帮人打架的时候。对呀、啊、我们做梦的时候做噩梦的时候拼命不是想把眼睛睁开吗？问题有时候你睁不开呀、啊、听不懂啊。是好了，他就睁，他不睡觉的时候闭眼睛看打架，他吓得当时就睁上人就没有了。你要教他多念大悲咒，多念大悲咒。啊，多念大悲咒。好了。那师傅，我还得麻烦你，那我那700张小房子着不着急念呢？还是尽快赶紧念呢？700张小房子要着急啊，要好好念。啊，这几个月，这就是这一年之前，是不是就得念完了？就是当然了，当然了。啊、哦，那我得赶紧念，是不是？好了，少说话，多念经。师傅，我放，行，师傅，我放多少条鱼啊？你放多少条鱼啊？啊、嗯，随缘了，放生嘛，随缘，嗯。啊、嗯。好吧。那感恩师傅，谢谢师傅。嗯，好了。师傅再见，嗯，感恩师傅。再见。嗯。哎，再见，师傅。喂，你好。喂。喂，倒计时开始，5 4 3 2 1。 Hello， 喂，你好。啊，你好，师傅。啊，对不起啊，弟子向您请安。啊，师傅你好。啊，有啊，我们有几个问题，请您慈悲开示一下。啊。啊，稍等一下，师傅。嘴巴靠近话筒一点。啊，等一下啊，啊，我靠近大一点点。啊，听到吗，师傅？听到，讲吧。声音大吗？哎呀，一般啦，中上，中上。啊，一般啦，中上。可能手机问题吧。啊，可以了，嗯。啊，这样的是啊，同修他的儿子今年考 A 水准，啊，就是高考啦，但是呢，他儿子还是不能集中读书。师傅曾经给他看过图腾。开了几百张的小房子，可是同修又另外结缘了几百张小房子，可是烧下去儿子的情况不是很理想，请问师父，这是小房子出问题了吗？那他自己都知道小房子出问题了。哦、那这样他要念多少遍礼佛来忏悔呢？同菩萨忏悔呢、一般的像这种49遍。49遍了、啊、好的，因为他儿子也是我们的佛友，就是念经就是那个精神不太集中啊。很简单，这个不是一件大事情，但是呢要烧小房子的话呢，结缘来的房子的话呢，最好自己最好自己呢加加工啊。哦，就是结缘的要回来家，如果说知道这些小房子是真的是出问题了，我们就坚决不用啊，是吗？不用了，还给人家了啊。啊，好的，谢谢您，感恩师傅，您加持一下他儿子，让他可以顺利考过啊 A 水准吧。呵呵呵，他也是蛮努力的啦，昨天还去佛堂念小房子呢。啊，嗯。感恩您师傅。师傅还有就是同修他梦见结婚照中间发光啊，他跟他先生之间两个人对看。然后呢，同修的先生已经往生了，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啊，麻烦了。他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他现在外面有没有男人？他没有。啊，你叫他当心点，他可能已经烦心大动，可能想找男人了。哦，这样啊，但是他对他先生很想念的那种嘞。
很想念那种，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还有一种他再想念，他先生就把他带走了。哦，这样啊。啊，就这两种都不好。哦，因为师父已经帮他看过图腾，说已经把他先生超度到阿修罗道了。阿修罗道这人们脾气最大了，看见自己的老婆跟人家男人好，他马上下来搞你的。哦，这样啊。啊，我会告诉他。所以你看看后来二婚的人，如果在一年当中二婚，马上就倒霉的，这还不懂啊？这过去都有讲究的，一年啊最容易倒霉，两年好一点。三年才能再找。哦，这样的，好的，我会转告他的，师傅。感恩您，感恩您。还有就是师傅啊，在大节日的时候，我们烧小房子和自修经文的礼佛大忏悔文，或者是自修经文，有没有什么顺序之分呢？没有，多念点，多念点经，没事的，嗯。哦，就是比如说我从今天要烧了27遍自修经文的礼佛大忏，还有烧几张小房子，你哪一种都放在前面都可以的，是吗？都可以，嗯，都可以。哦，好的，谢谢您，感恩。还有有位同修，他在公园念经的时候，树上的小鸟大便掉在经文上面了，请问师父这经书应如何处理呢？这个不大好，所以他不小心在公园里面念经，那个小鸟，因为公园里面很多小鸟嘛，所以小鸟，这个小鸟又犯大罪了。那怎么办呢？永不超生，永不超生。他也有罪。哦，你叫他要念，要念18遍往啊、这个礼佛，礼佛啊，然后把它包包好，处理掉。啊，爸爸好，就处理掉就好了，是吗？对了，对了，对了，好的。还有就是同修梦到捡到别人啊掉的硬币、纸币，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捡到别人的钱，只要不是偷来抢来的，在梦中都是好的，就说明他的钱财方面有所改善。哦，那如果捡到别人不要的书籍，还有笔记本啊，还有漂亮的纪念品呢，也是一样的意思吗？还是别的意思？做梦啊。啊，对对对。啊，那都是好的，嗯。都是好的啦。对、啊。OK OK， 好，谢谢您，感恩。啊，师傅，有个同修，他有个梦，梦到走在楼上，当时是晚上，灯光很亮，感觉就像是一个小的卖场。师傅和同修坐在长椅上说话，同修走到师傅跟前，和师傅打招呼，师傅很高兴的回应了。接着，师傅对同修说：“你就叫王鹏鹏吧。”王是黄色的，三横王，横是彭祥的彭，红是红色的红。梦中同修觉得名字中的鹏，右边有个鸟字，红字是用红字用在名字中有点俗气，就不是很喜欢，所以还特意问师父是不是脚字旁一个工字的红字。师父说是的，当时就觉得那一天是同修自己的生日，同修要买一些蛋糕零食之类的和师兄们庆祝，心想要买多一些送给东方台的师兄们，因为当时感觉卖场的工作人员就是东方台的师兄，准备去买蛋糕的时候梦就醒了。请问师父，这是您帮这位同修直接改名字了吗？对啊，就用这个王鹏鹏吗？对啊，因为他原来的名字是叫王雪云的。雪云不好啊。哦，因为他雪云嘛，讲都不要讲，雪云嘛，雪云一听就不好的，云都音就已经不好了，雪云就不好了，他已经有血光之灾在里面的。哦，这样啊，所以他感觉老是不舒服。啊、对呀、啊，家里面很多鹏嘛，就是鹏程万里呀、啊，这都不懂啊，鹏程万里的鹏、哦、啊。哇，师傅您很厉害，给他直接在梦中给他改名字 啊。不是我厉害，他厉害。他能把我请着去、啊、就是他的厉害。哦，好好好，我会告诉他的、啊、我会跟他讲的，师父谢谢您，感恩。好啦，还有师父，嗯，等一下，还有好几个问题，对不起啊师父。同修我有两间观音堂供的，在欧洲那边的有两间观音堂供的都是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但一间观音堂的菩萨是左眼闭，而另一间观音堂一尊菩萨是右眼闭，很明显还其中一间观音堂佛台的黄布黑了一半，
不是先黑的那种，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叫你当心啊！我没听到，啊、我没听懂。哦，对不起，因为啊，有个佛友他去啊一个地区，都是我们供的是我们两间佛堂都是供的是我们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然后有一间是啊菩萨的左眼是闭的，而另一间佛堂他的菩萨的右眼是闭着的，很明显。啊、然后呢？有一间佛堂它的黑那个黄布啊黑了一半，不是熏黑的一种，那一种就是说是不是什么原不懂是什么原因是黑色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啦，首先啊那个黄布熏黑的那个佛堂正气不足，好了。哦，这样啊，那菩萨一边右眼闭一边左眼闭是什么意思呢？要看的，你不相信你去问啊，黄布熏黑的一定是右眼左眼闭的。哦，好好好，啊、我会跟他讲的。嗯，右眼就是偏，明白了吗？哦。啊。如果是左眼呢？左眼嘛正呀。哦，左眼是正，右眼是偏呐、啊。啊。好好好好好好。明白了吗？然后还有师傅。过去不是有一个故事吗？啊、一个大法师啊，叫他断臂的决心，他搞错了，他把这个手去砍掉了，听到过这故事不啦？哦，没有。下次我跟你们讲。嗯。好好好好，不用占用师傅的时间。好了。师傅，您开示过佛台上的水杯盖响了是护法神来，如果没有点香，水杯也有响声，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家里面有要经者了吗？水杯盖了响了，什么意思啊？哦，水杯盖自己响了。大杯水的那个杯盖啊。啊，就有那个有人来，不是师傅来，是护法神。或者但是如果有时候不点香他也想怎么办呢？那就是灵性来了呀。哦，要念多少张小房子？这个十七张。十七张啊。啊。啊，好的好的。还有师傅，您有开示过啊？慈悲开示过心经里无苦即灭道，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来的呢？我在这个白话佛法里面有讲过的，自己去看吧，好像在第三册也不要第四册里面。啊，好，我回去会找一下的。嗯，好吧。还有一个梦是师父啊，同修的梦，他说啊，同修梦见您呐、啊，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跳出来，太阳很大，然后师父就帮同修看图腾，同修问往生的妈妈，师父说不要问呐、啊，同修又问啊自己的业障多少，师父又说不要问呐、啊，同修意念中知道在弘法度人的孔，帮很多人背业。然后同修笑着，同修哭着说他的命很苦，师父就抱着他哭，师父也说啊，师父就跟他说，孩子啊，好好修，来人间都是受苦的。然后师父就说啊，您自己13岁啊，也是妈妈也走了。然后同修也说他10多岁，他妈妈也走，很苦。同修问往生的弟弟啊，同修就说往生的弟弟。第一个名字，然后师父您就没有等到他报完名字，您就直接在地府找出来说他的弟弟在地府需要21张小房子，就是这样子帮他看图腾、啊。哇，很厉害、啊！然后同修说：“师父、啊，师父很厉害，这是真的。啊、所以我可以到地，就是说人家知道什么，就是说师父可以到地府里去帮你们翻东西的呀，翻书的，看看情况的，嗯。”师父他可以讲出第一个名字还没有，然后您就马上把他弟弟找出来，您就跟他讲是这个名字吗？然后您就跟他说哦，现在还在地府需要21张小房子、哦、当时您啊，您就跟他讲，就是说做人真的是太苦了、啊、叫他好好修、啊、但是师父您为什么他要问他的妈妈在哪里，您就不要告诉他呢？他妈妈在哪里不愿意告诉他，那肯定是在最苦的地方了，还不知道啊。啊，说不定、哦、说不定在地狱里边已经走掉了。哦，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走了嘞。好了，讲都不要讲了，这种情况、哦他妈妈把他遗弃或者怎么样了。嗯，哦，还有就是您跟他讲说您说不要问他自己的业障，这也是什么意思呢？不要问自己的业障，自己有感觉的呀，有什么好问的、哦、业障问的话嘛，下面就知道了。你每次下面只要一动，下面就知道你啊，他们就会查的呀。
就像很多人一样，哎，你像人家像像税务局一样，你不去弄弄人家，人家不查你的，你一去问什么问题，人家就来搞你了。对对对，哎呦，真的师傅，您是不是跟他前世的缘分也是很深啊？啊，好了，我跟还有就是、啊、我跟缘分深的人多呢，所以我就告诉你，有的人有的人要是不好好珍惜的话，就完了，没了，结束了。哦，好的好的。然后师傅，同修还说您他还没有煮绿豆汤给您喝，您就走了，是不是您很喜欢喝绿豆汤啊？啊，是啊，很喜欢喝绿豆。真的？啊。那改次我们都煮绿豆汤给您喝好吗？啊，嗯，谢谢你啊。谢谢您，感恩师傅。师傅，我们也是同修，他有问题问您好吗？快点啦，不能一个人占这么多时间的。啊啊啊！快点，快点哦，嗯。师傅，弟子向师傅请安。啊。啊，喂。喂、啊，讲吧。啊，我请问和同修啊，念小房子，他有一般是广东话念，一般是普通话念，会影响质量吗？嗯，当然会影响了。哦，会影响啊。你首先广东话念到底嘛，好啦。他是广东人，他是新京广东话念，别的用广普通话念，可以不大好。啊，你为什么一边经里边念两种声音啦？不是一种经，就是一张小房子里面的不同经文啊，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我以为你大悲咒念到一半是广东话，一半是普通话，这算什么？不是不同的经文，就是心经广东，别的不是广东。那大悲咒，金猴青年观世音菩萨，无碍大悲心陀罗，广广广广广，这算什么？啊，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哦，我的儿子哈、哦，他以前看过有灵性啊，但是他、哦、每次想去观音堂念经，每次阻碍很多，每次都借口多多不要去，是不是他灵性阻碍他？啊，对呀、啊。连他想念经，整天都阻碍读书，也阻碍，怎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赶紧叫他念心经，我告诉你，你这儿子再这么下去，要有自闭症的。就是了，不出门呢。啊，已经出问题了。好了好了，赶快问问你们同学，叫他们教教你吧，多念心经。他每天49遍心经能够吗？他自己念啊。他自己念的，但是他断断续续了，他阻碍很多。跟他讲。自己说。跟他讲、啊、跟他讲。告诉他叫他念心经、啊、念大悲咒。嗯。OK。好吧。49遍够吗？21遍心经，21遍大悲咒，可以了。他有时候念到49遍的嘞，可以啦，多念大悲咒了。他现在阳气啊，阳气不足，加持他，好了，加持他、嗯，他明天要高考了，还是会集中精神。OK OK， 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啊，再见再见。喂，你好。哎呦，师傅。你好。师傅你好呀，你等一下，师傅。啊。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了。啊。师傅，您辛苦了。啊。师傅。啊。哎呦，你真的很辛苦。客气话少说、啊，赶快问。哦，师傅啊。啊。我想问一下，我有几个梦啊。嗯。就是我前几天梦到了，就是那个，也梦到师傅了。梦到师傅在梦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去参加法会去接师傅了，然后呢就是师傅那个叫最后我们接到师傅了，我就是跟师傅啊保持有一点距离，然后呢我就师傅叫师傅，师傅没什么话对我说，就是好像师傅都知道的这样子啊。嗯，就这样一个梦，是这样的，很简单了，是这样的吗？像你们在我身边，你们想说什么我会不知道的，对的，师傅都知道。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一个小孩子、妈妈妈妈不讲话，你说妈妈会不知道他说什么的？对的，师傅。师傅。有时候小孩子马上要想就过生日了，想叫孩子买一样东西，想叫妈妈买的，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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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不知道啊？这还不懂啊？所以，我就是跟，哎呀，师傅，我一直叫师傅，没话说，好像师傅什么都知道，师傅都知道的，就是这样子。都知道，说明你修的还不够好。对的呀，我知道，真的不够好，师傅啊。嗯。本来我先生不是在家里，也念经的，后来一下子不念经了。你不念经就是你做的不像菩萨。
对的，我知道的呀，是吧？那我怎么？你已经把他害成不修不心了，你就是断人慧命。我告诉你，你自己就是像菩萨的话，他一定会修下去。我告诉你，就是你讲都不要讲的，人家已经念经了，你肯定又烂样出来，讲话又吵过架，嘴巴里又乱讲，人家就不修了。他不修，他现在不修了。他不修了，就是你的问题。不要跟我讲，就是你，你讲到现在还讲人家，就是你，听得懂了吗？嗯，对的，师傅，那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你要主动的跟他去赔礼道歉。嗯。跟他说我修的不好，师傅骂我了，我不像一个菩萨，我差得太远了，我跟你对不起，希望你继续修心，我以实际行动。啊，我以后做的更像菩萨，啊，我有什么做错，你尽管骂好了。你看他骂得出口不啦？像你这种人，我告诉你，他骂你一句，你要骂他三句的人过去。哼，你给我老实一点了。所以，现在看看天时不早啊，天天死人呐、啊，死多少啊？一架飞机，一架飞机不是又下去啦？对啊，200多个人哦。开玩笑了，200多个人呐、啊。不是200多条狗都不得了啊，何况人呐、啊！对呀、啊，何况人呐、啊！师傅，就像我们身边，我也你看，今天早上那个同事打电话，一个只有这个56岁啊，就走了。啊，56岁。还有一个就是前一个星期啊，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个领导了，一下子走了我。啊，就这么走掉了。太多了。我告诉你，你都不知道了。你去看看最近走掉多少人了、啊、我跟你们说了要算账了，对的，我告诉你太多了，就像我们身边就有好多一下子走人，一下子生癌症的人太多了啊，一下子走掉一个、哎、一下，而且年纪越来越轻，对对，都是年纪很轻的、哎、而且呢师傅啊，真的是都是在369这样子的一个关口结的、啊、你不要说了，就连那个沙特的王子啊33岁都走掉了、嗯，对的对的啊，他什么吃不到啊、嗯、他什么营养品吃不到啊、嗯、啊、哎、他什么事情不能做啊，啊对的，你看看他、嗯、33岁啊，哎对的，只有33岁啊，太那个了。师傅、啊、那像我这样子现在就是哦，我好的改毛病了，我你个混蛋、啊、你这个人不改毛病，你这个人上辈子是个男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无赖、哎、听得懂了吗？听得懂，我上次还师傅梦见师傅对我说，你怎么学了这么多还没改好，这样子看见了不啦？师傅的法身厉害不啦、嗯、太厉害了，师傅你真的太伟大了，太厉害了、哎、什么都一点没伟大，跟你们一样伟大的，你们好好修，修到后来跟师傅一样做菩萨就好了，听得懂吗？对的，做菩萨就好了、嗯、师傅还有一个我想问你一下，师傅我有一次梦到就是天上有一颗红星了，就天上有一颗红星，然后呢还有天上有一方就是那个钻石这样子啊，就是这样一个梦，北斗星一个红星啊，就是像扑克牌上面的一颗红星这样子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方啊，一个方块一样的一方钻石这样，不知道很好啊，这是什么意思？很好啊、嗯、叫你好好的努力往上，还不懂啊？嗯，钻石啊、哦、钻石代表星啊，人家说钻石心就是人家说啊，钻石婚为什么40到50、哦、对不对？金婚啊银婚啊钻石婚啊、哦、听不懂啊，就代表你的心啊、哦、嗯哦哦，师傅、啊、哦，还有一次呢我梦到你知道吧，一个就是那个天上有一条很大的龙，是天蓝色的这样子，蓝色的啊，蓝色的护法神啊，警察为什么都、啊、警察为什么喜欢用蓝灯啊，不懂啊？哦哦哦，嗯，是吧？我跟你说，师傅，还有一个，真的，师傅，啊，就是我母亲已经过了，是吧？去年呢，我打电话说我母亲在阿修罗道，然后呢，后来问师傅了，就是还在念小房子，就是有一天我一下子就是好像鬼压身这样子，我，然后鬼压身的好像母亲这样子压我，会不会啊？会。阿修罗道会下来的啊！你不给他建小房子，他生气，他就会下来。阿修罗道、嗯，阿修罗道又不是天道了，阿修罗道还是很差的地方啊。不是天道，啊、嗯，阿修罗道只不过阿修罗道的人，你都看见《阿凡达》看见过啦，电影。
嗯嗯嗯，哦，就是这些人，就这些人，这些人到人间来享受的呀，而且有力量的呀。哦、很多人很有钱的人，你看长得像阿凡达不啦？看看，对的，看看很多人，看看很多人有钱的，你不要讲人家名字，像不像像不像阿修罗道的人啦、啊？对的，对的，对的，额头额头高的不得了，还看不出来啊？哎，哪个科学家不是这个样子、啊？怪怪的，怪怪的，怪怪的。现在看看有钱的人，这个脸都怪怪的，还不知道啊？哎，对的，嗯、对的，对的。好嘞，师傅啊，哎、那么师傅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我母亲压我的话，就是我做的太不好，是不是？当然不好了，说明你很不好。就是你就是不给他念了。我一直在他念，一直在跟他念，那就是质量不好了。哦哦哦哦，质量不好啊，他就要压你了，讲都不要讲。哦，一下子我话也说不出这样子。真的呀？他要是压住你，你还能说话的话，你就是比鬼的本事还大。哦，对，说不出话，我看到他，哎呀，要喊也喊不出这样子。就是这样的。那一定要继续为他念小房子，师傅啊。嗯。那。大约要念多少这样子？好好念，质量好一点。好了，不要再讲了，质量好一点是吧？结束了。师傅啊，就是还有一个，不要叫啊，叫魂的，你这叫叫魂的，所以怪不得师傅魂都被你们叫掉了。师傅啊，师傅啊，师傅啊。因为平时我们也只能电话里打到，能多叫师傅这样子。好了，赶快了。师傅、啊、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次梦到就是一个美龙鱼哦。嗯。美龙鱼就是美人鱼，美人鱼，美人鱼，嗯，对的，好像美人鱼呢，这个地方在水里面，这个水都没有了，他们好像都要快死掉了这样子。然后呢，我赶紧去要找有水的地方把他们救啊什么的，就是这样一个梦。啊，这个要记住了，就是你有朋友，你有朋友需要你帮助了，嗯。美人鱼啊。啊。哦。好了。师傅啊。嗯。哦。好了。师傅，那么。就是我儿子对吧，他也在修心了，就是你说我儿子那个名字啊，上次叫人那个挑了个名字。好了好了，今天不能开了是吧，就是挑一下可以不啦？不挑，今天不挑，时间没了啊，你太自私了、哦、你下次跟菩萨忏悔忏悔再打电话，说不定你二十六就打得进来了、哦、好了哦哦，我好好的不要太自私，再见。 嗯， 嗯，哦哦好的，再见再见、嗯、师傅、啊、嗯，一个人一定不能自私，一自私我告诉你马上就不顺利了。喂你好。喂你好。哎师傅啊，听得见吗师傅？听见啊。啊师傅你好，请师傅开示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请师傅开示关于莲花的问题。有的同修就想问，他说有些弟子是菩萨的根基，但有些人是普通人的根基，是不是天上对他们的标准不同？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是菩萨的根基，但他做了一些人间看似合理的事情，莲花是不是会掉下来？而另外一些普通的弟子做了同样的事情，莲花是不是就不会掉下来啊？你这个问题，主要问题，你这个问题我问了不是太清楚啊。嗯嗯，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根基不同、那个就是这个、菩萨的根基、这个、同修啊，就是有的弟子如果是菩萨的根基，有的弟子如果是普通人的根基，是不是天上对他们的标准会有不同啊？很简单了，当然有不同了。你今天已经是大学生在工作，和你一个博士和你一个教授在人间工作，你说标准一样不啦，傻姑娘？哦，不一样的。比方说你今天是菩萨下来的人，你不渡人，你马上就护法神就觉得你在人间你在懈怠了，对不对啊？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普通的人在这么渡人，那么菩萨就觉得啊，你渡三个人已经很好了，一个群众做点好事大家都表扬，一个劳动模范做点好事应该的。听不懂啦？哦哦哦哦哦哦，知道了。谢谢师傅开始、啊、师傅请问您，那个您能开始一下什么是金刚罩吗？就是说我们学佛修行的人是不是都会修出金刚罩啊？金刚罩有两种，一种自己修的，
还有一种人家给你的，你看过《西游记》里边不啦？唐僧有金刚罩不啦、嗯？没有。嗯。对不对啊？孙悟空给他划了一个圈，这叫什么啦？哦。这不是金刚罩啊、嗯？用什么东西划的？金箍棒，是不是金的？嗯。但是人间的金刚罩是什么呢？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唐僧双手一合，他有金刚罩。他只要双手一合，头上就一个自然的一个光环就出来了，明白了吗？哦。那么我们人间是怎么会有金刚罩？两种，一种师父给你们加持，还有一种是什么？知道吗？自己修，但是很容易修偏。好了，这就是两种。哦，那现在一般同修里面，就是是有金刚罩的人多，还是大家一般都没有金刚罩啊？现在一般都没有去要求，就是说你可以申请，但是你没有申请就没关系。如果你申请的话，就会有，明白了吗？哦，哦，那金刚罩有什么作用啊，师傅？金刚罩有什么作用？这还不懂啊？金刚罩有人吸你的气的时候，有人不好的气场在跟你搞捣蛋的时候，有人给你下杠头的时候。但是金刚罩它有时间的，它一般的是一年、两年、三年，就是这样，最长三年，最少一年。哦，这样的啊，明白了，师傅。那比方说，师傅有一次啊，我就不讲了，在其实告诉你没关系，在法国，师傅上面在开会，在开法会啊，有一个人穿了一身武林高手的衣服，听得懂吗？然后两个手不停的在下面摊在下面，两个手掌摊开。师父明显感觉着他在拿我的气场，明白了吗？师父的气场略有不稳，然后我马上跟菩萨讲啊，一个金刚罩，我不是罩我就啪一下子罩到他的前面，把他挡住了。一掌挡住他之后，他过一会儿把两个手就放下来了，大概只有几秒钟时间。到我不是讲完了吗？讲完之后，我不是下半场要看图腾吗？我刚刚下台，到了后面休息室的时候，他跑过来，一定要见见我，跟我双手一抱拳，说对不起啊，就是啊，失礼失礼。他就自己主动跟我讲啊，你很厉害不啦？金刚罩。嗯嗯。啊。真是。我过去有一次带大家一起磕头。在东方台有一个人在后面也是这样，两个手怎么摊着，就是收气。师父，我在最前面嘛，我一磕头，我看见后面有个人在这么收气，我啪一下子一块金刚板就往他前面一拦，边上的人后来告诉我，他手马上就放下来了，我叫他连磕头都撞在铁板上了。你玩呀，你玩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叫法术，听得懂吗？不能玩的。哦。啊、嗯。人家不跟你玩，你不能玩。所以为什么这个金刚罩为什么师父不提倡你们要呢？因为你要了之后，你就等于经常戴个钢盔，人家就觉得你在马路上走路为什么戴钢盔啊？你经常拿手上拿一把宝剑在马路上走，那说明人家来跟你来玩玩宝剑呢，听得懂吗？嗯，听懂了，就这么简单了，就是我们不能去追求这个东西。对呀、啊，啊，嗯嗯，啊，明白，师傅。嗯，谢谢师傅开始。师傅那个，哦，师傅，您说的这个，我跟您说一下，就是以前我做梦梦到过，就是师傅在银行办事儿，然后那个天花板上有中国的护法神，还有那种国外的护法神都在左右保护着师傅。师傅就问我，就是您就说你想不想看一看中国的护法神？我说好啊。然后你手一指，这天花板上出来一个穿着古装的一个男的，然后你说你要不要看看国外的护法神啊？我说好啊。然后你手又一指，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哆啦 A 梦。师傅，哆啦 A 梦也是护法神吗？你讲得清楚点，我都不知道啊。就是那个
就是有一个神奇的口袋的一个动画片里的角色，但是他也会变的。然后你就说、你想不想看看国外的护法神？我说好啦，然后你手就一指，他就出现了。我想哇，我想师父身边有好多护法神保护啊。很多啊，我要是没护法神的话，被人家弄一弄，弄出毛病出来了。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多拉伊豆，我告诉你，我叫不出名字，我就知道有很多。中国外国的护法神都护着我呢。明白了吗？好的，师傅。师傅，请问您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位同修啊，他在念礼佛的时候，他就突然有一个意念，就跟他就是他就突然有个意念说，他觉得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外尘，只有菩萨的环境才是真实的境界，他就很想放下一切。但不是逼自己放下，而是看透了真相，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菩萨点化他，就是说不要去认为这个是业障，那么业障就不存在，业障也是外尘，虽然是有因果报应，但只是报应，你可以扭转某些局面，就是所谓的重报轻受。当你看透这个世界之后，一切都可以自己掌握，包括业障，心不放在业障上面，那么就没有业障，连业障也只是外尘。对，那但是他的那个感悟就是说，以上的基础是只能做善业，不能造新业，真诚消业的时候才能这样想，并且不可以作为自己造新业的一个借口。他想请师父开示，他这个意念是菩萨给他的吗？是的呀，是菩萨给他的呀，完全正确，很高深啊，非常厉害的，很好。完全是外层的东西啊，心如镜，明如水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外层啊。五欲六尘啊，为什么说六个尘啊？还不懂啊？全部都是心以外，一切唯心造。心是一个干净的东西，像面镜子，你照到什么，你就有什么东西在心里了。你不照，你就是一个干净的东西啊。镜子什么都没有的呀，明白了吗？我问你镜子，我问你镜子里有什么啦？什么都没有的，对不对啊？但是你镜子照到什么，镜子里是不是就有什么啦？我用这个比方，你还不知道人的心是咋回事啊？还听不懂啊？那如果说他说不去认为这个是业障，那业障就不存在。不确认这个业障，那已经是没有业障，听得懂吗？讲的是没有造业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有业障了。你自己不认为自己这个是业障，你是不是就没有业障了？举个简单例子好吧？对的呀。一个人生出来之后，你认为你会死的，你是不是脑子里一直觉得你会死啊？但是你学佛之后，菩萨告诉你，人不会死的，因为会上天的，继续生活，对不对啊？那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死亡了？是不是这个概念是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听得懂了吗？是有是无啊，是就是无，无就是是啊，这还不懂啊？很高级的，这个是一种哲学，这个说明他的护法神很厉害，是管文化的，有的护法神是管，有的护法神是管那个。管人家说武的帮助你的，有的是管教育你、帮助你的文的护法神，所以天上有天官，有文官，有武官的。好啦。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没有时间了，就是你傻姑娘，时间太长了，没有时间了。对不起，师傅，那好，那今天就这样吧。我觉得你问的很好，我还很想讲，但是没时间了，人家。我们的听众接下来要听那个小说联播了，明白了吗？好的，好的，师傅，好的，好，好的，好，再见。谢谢师傅。再见。师傅再见啊。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只能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只能在星期二下午5点钟。还有